等一下再来清理。我现在热我的烤箱。云霄飞车，等一下，现在热我的烤箱。哎，其实这样看就很好吃了呢。你看，我看一下结果要怎么摆。其实这样就有意外的很不错哎，我也太天才了吧，简直天才！我简直是天才！你们看我是不是天才？我是天才吧？你看，等一下，我再想一下怎么摆。等一下，如果现在蛋破掉的话，就天才，那我就是天才了。对啊，我也是想说围一圈，啊，结果掉了，没事，桌上很干净。桌上很干净，桌上很干净，不会破啊，我不会破啊，我的爱心蛋不会破。你看拍了，好了，拍得很烂，我等一下再认真拍一下。我这边背景太乱了，我哎呀，吐司，哦，差不多了，好像有点焦哎、欸。OK 啦，英国人都是这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英国人都是吃微焦的吐司，我们今天吃的就是英式时代哦 ，OK， 英式时代哦 ，OK， 完全没有焦，刚刚好。你们知道英国人都吃这样吧？你们知道英国人的吐司是绝对要在一个微焦的状态。我现在就是那个英国人的状态 ，OK？ 好，我先来涂。哎，其实我这一面很好看啊，我就用这一面就好啦。你们觉得要这一面还是这一面当外面？你们觉得要在哪里啊？你们觉得要放哪一面啊？这一面还是这一面？嗯，我那抹黑英国人，我是很认同英国人，好不好？我认同英国人都吃那个烤焦有格子的哦，也是可以啊。好，我今天吃的是肉松口味的，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肉松吐司的。我要开始吃，女生拍照吗？什么？我其实平常根本不拍照的，我是想说。我今天哦，我这个蛋舍不得吃哎，大家，你各位舍得吃吗？你看我居家女友力是不是满分？大家，跟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不是满分料理？各位朋友们，啊，哇，等一下，哦不，等一下。幸好我有垫那个餐垫，没事，我有垫餐垫。等一下，哦哟，幸好我有拍照，哦，幸好我有垫餐垫。哦，又要摆盘，算了，不摆了啦。蛋还在，啊，不摆了，直接吃了啦。你们刚刚有没有？你们刚刚有好好看到吗？你们刚刚应该有好好看到吧？你们大家应该有看到他很优秀的那一面吧？有吗？你们先跟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哈，那我就吃喽，那我就吃喽。哎，这蛋。这蛋很有天分，哎，准备截图就看到，啊，你们有没有截到啊？有截到它好看的时候，你们一起互相分享好不好？互相分享，嗯，互相分享一下，嗯，有看到地板，有吗？刚好看到地板吗？